中华关文化局伫关内各乡镇的图书馆举办台语讲故事的系列活动，即故事老师用台语讲故事甲囡仔互动，现场气氛真热烈。囡仔兄、囡仔姊对故事老师大声念出歌谣，阁有台语绘本的讲故事活动。今仔个故事啊，内容是甲人有关系，啊，册名叫做《十粒人》，对，啊，平常其实囡仔大家拢会看到人，看到人伊个会想到人个料理，啊，但是可能囡仔袂晓讲，啊，互囡仔用耍个方式去学这本绘本。中华关文化局伫关内各乡镇的图书馆举办台语讲故事活动，有将近五十本的囡仔故，老师用台语加上滑溜溜的动作讲故事给囡仔听。台语讲故事好啊，让囡仔熟悉台语安怎讲啊，啊无即摆囡仔拢袂晓讲台语啊，茶叶蛋安，迄囡仔袂晓再低米卵啊。对我的囡仔来讲，讲台语是最难得的，因为。第一次我们就是会不自觉的用国语跟他对话，可是对我们这一辈，对我们这一辈来讲，为细汉到大汉拢是用，拢是用台语，所以阮学台语就简单了。可是对阮的囡仔来讲，学台语真的是足困难的。参加的家长表示，平常时伫厝内那用台语讲，囡仔嘛是用华语应话，真欢喜有安尼活动，透过游戏活动，让囡仔人有加讲台语的机会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